有阳光的日子，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影子。您可以要孩子在地上找他们的影子，然后您可以问问题。你可以让你的影子走路吗？你可以让他跳吗？你可以让他跳舞吗？您可以说明影子是如何形成的，解释如下：当某些东西挡住从太阳来的光线，就会形成影子。用影子照成乐趣，您就是帮助您的孩子学习了光线。